从我结婚的那一天起，我就被要求做一个无私的人。你一天到晚在家干什么呢？是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甘心当家庭主妇，你才能在外面安心的工作。我的人生就是这样，拥有的爱很少，所以我拼了全力也想得到爱。我好不好？我不好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都在海里。我要赢，我想要有尊严的。只要我找到魏明的证据，我就有信心让他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撒网捕鱼的不算高手，能让鱼儿主动上钩的才算是棋高一尺。我们两个人游戏结束了。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疯了！你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这一仗，我一定会打得漂漂亮亮。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脸霜了。